立定力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仁硕，我是王仲，我是江琪，我是德华。吃早餐。那吃早餐，那没有吃早餐比较 rock 哎、欸。是吗？吃早餐比较 rock 吧。好，就是饰演马克，然后他是一个职场的新人，然后 ，yeah， 然后遇到一些很机车的前辈，很好的前辈，大概是这样。他刚才说朝九晚六，哎呀，不是光九个小时，不是朝九晚五吗？是朝九晚五才是八个小时，有一个小时休息。哦，不能算进去。其实如果这个工作内容是喜欢的，然后整体的感觉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就是因为有个感觉嘛，所以可能重点不是你能做什么事情，或是你在职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而是这个感觉能不能够维护好。如果感觉很好的话，就应该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觉得固定比较辛苦。不固定比较不辛苦啊？不固定比较辛苦。为什么？我以前责任制，我在主科上过班啊，我不用按照准时的时间上下班，但是我无时无刻都要上班，就跟我们一样，随便 cue 你，你就要来了，就算你在睡觉，你也要来。你说演员吗？随时 stand by 就是。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换你？你怎么知道？有可能你今天本来没事，突然说，哎，人说我今天要拍你，你就要来了呢。是这个道理吗？哎，我很久没有就变成这样了。还有可能是，比如说，人说明天早上十点，你九点就到了，然后你等到半夜一点还没轮到你，不固定就是会变这样，责任制就是会这样，你误解了，五得利啊，不固定比较辛苦，五得利啊，有道理啊，对吧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看人也是，就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规律的生活，所以朝九晚五对我来说会比较好安排事情。然后不规律的话，就是现在就是要慢慢调试。对，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戏来讲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比较难的是砸东西嘛，把那个办公室砸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是我的个性，我本来的个性没有的东西，所以对，我也无法把东西把砸烂嘛。是还好啦，因为去他工作室，他生气的时候是会把吉他折不会啊，不会，很过瘾啊，但是不敢折啦。因为我觉得马克这部电影对我来讲，它其实是有点怎么样魔幻写实的类型，对，是，对、啊。所以在当中会有一些可能就是跟现实生活很不一样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砸那个虽然不好表演，但是我觉得把公司砸烂蛮过瘾。人家叫我对，但导演说搞弄砸，我就把导演，然后就这样，真的是文学，对啊，乖乖真打不着。他私下就是想追，想追，我的本色是不是始终如一？对，就是广仲是很照顾人啊，然后就是不管。他是我身心灵的导师，这样子说。是的，是的。他那时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吃一些补给品啊，然后然后心里带那个营养食品到现场发，保健食品需要吗？对，休息的时候带大家打太极拳。对对对，因为搞自己人。要打坐。肯定是吧？对，肯定是。可以聊聊，就是跟广仲接吻的时候他的触感。很感哦，因为那时候真的不要害羞。那时候有点太紧张，然后又很多外物的干扰，就像不会特别去就是玩去感受那个、啊。对，那时候这个太官方了。没有，因为他很专心在他表演上面啊。对啊，所以跟纯没有关系啊。而且很当天很冷，因为我们一直淋雨。而且我们那时候已经刚确诊完。对。哦。还有一点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刚确诊。然后因为拍完这场戏，我们又交叉感染，又在。各自有 one more 这样，有 one more 一次。
我觉得，任何的东西都有它正面跟负面的意义，办公室恋情也是。那如果你可以克制自己在愚公的时候尽心尽力，然后不要再做这办公的时候又在那边暗通款曲的话，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应该是蛮 OK 的。就是你在工作上表现得很专业，你们是情侣，你们可以变成是 double 的专业啊。但如果你们是因为有一些私心，然后在办公室做一些私底下的事情，那就是不专业嘛。但我觉得那是自己是可以控制的。对，如果可以把持好自己的话，办公室恋情我觉得是可以变神雕侠侣。我觉得各自发展，如果是以女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各自发展会比较好。对啊，因为每个虽然是同个行业，但是对彼此行业的那个想法还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互相讨论求进步，但是不一定要在一起才可以加分。我觉得也是看人，但我自己本身可能我会希望是公私分明一点，就是不要太感情用事。就是感觉对了就出发，用你自己的步伐。所以你知道，最近他来台湾，跟大家都一样，你要帮他宣传呀。对啊，感觉对了就出发。我觉得这些不合理都很合理，因为这世界都长这个样子。对啊，就是每个人生活，每个人的那个，每个人的工作环境都是这样，只是职业不同。所以你要想办法克服的不是对啊这个外面的事情，而是你自己的心态。对啊，心态健康，其实都很好过了。对，心态不正常，怎么样过都不会过了。给你。我们这是佛教频道的，对啊，我们叫康阿妹，阿妹，对。不管坐办公室很开心啊，其实大家会最在意什么事情的？我比我会比较现阶段的我会比较在意，就是一起共事的同事跟工作的项目。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感觉。因为感觉对了就出发，感觉对了，实话说的，就出发了。我觉得我也是同事之间的相处，因为我觉得这整个能量是会影响。问我了吗？我可以挑着说吗？小时候一定会为了钱，但我觉得我自己蛮叛逆的。我那时候也觉得钱很重要，但是感觉跟同事是那个核心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你喜不喜欢？那是因为先你赚到钱，不是啦。你喜不喜欢你在做的事情？我觉得喜欢很重要。对，喜欢。我觉得我还是会选那个万年的主管杰克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偷偷的去照顾人，偷偷的去帮助人，然后但是也可以偷偷的偷懒。因为你有些权利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又不是那么大，说得通哦。哎呀，过得了吧？那江琦是怎么看的呢？同意哦。那你自己会想要担的怎样？你也想当杰克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应该还是选 Emma， 因为我觉得我跟 Emma 蛮相似，就也是社会新鲜人，所以从头开始学起。对。我要选的角色，我们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职务。就是扶委会的，我想要当扶委会，我想要就是帮大家安排活动，让大家舒压、康乐鼓掌。对对对对，但是我们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角色，对不对？有吗？算吗？啊，你后来的那个就是你后来的那个人力资源部部长，我想当那个，对不对？就带大家去玩。对，我想当那个，哎，我想当那个。那如果登辉哥是这样选，那我就要当那个他的助手，人力部部长助手。带给大家欢乐，就是我想要做那个，就是你知道，扶委会就是负责办尾牙，很辛苦啊，真的，我就是扶委会，我觉得好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你不觉得你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让大家在很开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。A 就是随你选的好吃下午茶点心。B 呢是超贴心的厨。B 准备爱
冷静。啊，大家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好难，这是什么？宠物，我就是带宠物来上班的意思吗？哦，开放宠物。哎、欸，有点难选呢、欸。只能选一项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今天是老板的话，你会开放什么给员工，让他们舒压？让他们舒压。奖励他们多辛苦啊！你看，把你公司的员工。我一样，我一样，避。按摩。什么？你要避？你要什么？我原本是想避啦，可是就是。我真的是身体的舒展，是员工帮你按摩，不是我请员工，就是请员工去按摩，对对对，我员工帮我按摩，不行的，遇到爆，我觉得我会 A 吧，吃饭，好吃东西，吃吃喝喝，我应该也是 B， 我觉得最不影响到工作的是，可是其他两个没有人选呢、欸，没关系，那你会公布吗？哦，那我要 B， 你要 B， 你是 B， 我想 B， 因为9月28大马哥上映，那这明明就是一个柚子，但我偏偏要讲是文旦，那我们看完大马哥这个电影，就会幽默你一下，嗯，来换观众，好，我就是9月28这个大马哥老板上映，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吃着好吃的烤肉，然后。快乐中秋，然后一个耶烤乳猪，很chill的惬意的电影，观影的这个过程，经验。9月28，他马克老板上映，所以我画了一个马克牙膏，然后一个那个月饼，哦月饼哦，然后记得中秋节的时候去看他马克老板。嗯，我最明显大家看到鼻孔知道是碰过碰恰恰嘛，对吧？那看到碰恰恰就会联想泡菜，就会联想到破亿。哦，嗯，为什么？负债哦，所以我们的票房，你不要问嘛。而且会，它是一个秃头，就是会突破票房，至少会突破1亿以上。对，928，碰个不好意思，我用了你拿来当梗，吸引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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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